要是你被他拉出去打板子的时候，谁找我去御书房求人？你怎么好意思说这些呢？那些年是想用那个机关悄悄拖住杨泉的人吗？谁想到你冲上来了？这再说了，谁会用这么傻的方式来复仇啊？傻？我看你对傻有误解吧。我觉得你这个人精明的很，你呢就是觉得自己没出路没办法了，一心想娶我却放不下自己的脸面，才想了一个渔翁得利的招，演绎出英雄救美骗我就范是吧？啊，还说什么啊？只想看看18岁的我才来赴宴的。我看你啊，就是见不得我嫁苏荣清。我有什么见不得的？你就是见不得。又不是你嫁，问题是你嫁。我这脖子都被你勒疼了，李荣，我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爱嫁给谁嫁给谁，我管不着。那你别在春宴上犯贱啊！我犯贱？你就是犯贱，你就是放不下我，舍不得我公主的身份。还公主的身份？你就是公主病。哎，我是公主，我有公主病怎么了？我看你啊，真的是我见过最不要脸、最没骨气的小白脸。你说谁小白脸呢？你那苏荣清又不是小白脸了吗？站住！你站住！你别碰我！李荣，你自己想想，这些年我什么时候靠过你了？你什么时候没靠过我？我们那叫互相依靠，你助我仕途，我助你弟弟登基。再说了，这些年公主府的吃穿用度，你花了谁的钱？哎呀，那我真是谢谢你了，真是大方呀，那么大一个公主府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裴文轩，饮水还要思源，你赚的那些俸禄，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傍上了我这个公主吗？你如果不是本宫的驸马，我弟弟能那么信任你吗？拜托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，你呢，不叫给钱养我，你这叫花钱从我这儿买资源。哟，我需要从你那儿买资源？那我问你，我的暗线、我的情报网，你少用了吗？你给钱了吗？那你以我的名义压人的时候呢？你找我去劝我弟的时候呢？啊，怎么，李川这些年没有质疑过你啊？他当初怀疑你操纵权势把你赶回封地的时候，谁替你求的情啊？李川再怎么着也是我弟弟，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倒是你，被他拉出去打板子的时候。谁找我去御书房求人？你怎么好意思说这些呢？那些年。